另外一位参选人颜顺泽嘛，伫29号来举行满刀关灯的奥运会成立大会，真侪来住在第一支持者是拢到场收听。颜顺泽伊除了甲大家的乡亲一一握手致意以外，伊嘛伫台顶为担任满刀关灯奥运会的两位会长来受赞旗。台南市长陈春林、颜顺泽29号举行满刀关灯奥运会成立大会，真侪来自满刀甲关灯乡亲拢到场收听。其中担任满刀奥运会会长的陈明雄，六当前曾经担任黄伟泰参选立委的营务会长。这个市长当来初选是专向支持颜顺泽，和颜顺泽团队是真有信心。啊，感谢咱这个民主联会会长哈。那个创办人，那个陈明雄老师担任我的这个会长吼，啊，所以我真感谢啊。其实马道民主联谊会伊伫马道内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啊，马道历年来这个立棍的当摕到真高的选票，拢是民主联谊会这同仁吼，大家互相打拼，大家有这個民主的力量的坚持吼，当发到他这个成果了吼。所以我今日这所在是奥运会，我那感谢真侪乡亲，啊，我绝对的认真打拼，要鼓舞乡亲对我的期待啦。在政治队的引领之下，甘顺泽进入会场，江时尊甲台下支持者是一一握手致意。甘顺泽嘛为马道奥运会陈明雄会长以及瓜丁奥运会会长曾国喜来受赞旗。我来马道会长做旗下甘顺泽，甘顺泽，顺泽顺泽顺泽。甘顺泽表示，有真侪地方人士收听，伊对初选是真有信心。伊嘛将照着家己脚步拼过初选。伊表示，讲家己是上了解市政，上会当达到无旁接轨的候选人，希望民众会当予伊多多支持。记者林孟姿、萧建伟综合报道。